我今天回到了台南新营，就是我从小到大，从零岁长大长到十八岁的地方。你看看这些地方有没有好山好水，好朋友都不在这里。但是我今天发现了有一家新的酒吧，所以我今天就来看到底是什么人会开在这个地方吧。走。你好，你好，你好，拢无人。旁边还是烧腊店呢。对啊。就突然之间就蹦出了一间酒吧。够离奇吧？但是楼上就是个废墟嘛。哎，你看有小蟑螂那边睡觉呢。哇，真的是在大同铺的概念。对，是大同铺的概念。还有阿嬷的梳妆台。不是我阿嬷的梳妆台。我真的觉得你可以立刻现在就来参加我一集仓库的课。现在就要吗？对，我们只要跳一下就可以了。一二三。耶！生日快乐都在恭喜创造，我是仓库的女儿，我是可以。生日快乐都在冲浪里创造，我是阿冠，我这一次持久舒适印象馆，你生活的靠岸。你的 slogan 好美，再讲一次。这里是持久舒适印象馆，你生活的靠岸。为什么这个名字会叫持久舒适？这是一个恶趣味吧？男生就是必须持久又舒适啊。喜欢冲浪的人为什么最后跑到西营这个地方开酒吧？原本我也是希望在东海岸开酒吧，但太平洋没有选择我。没关系，我过几年再回去找他。所以就是先待在西营，你知道？找寻一些，对，我就是把海水带回来给新营。哎，你真的是很会讲干话哎。一点点啦，没有，我是去完澳洲，我去打工度假，然后在那边体验一下生活，然后看到那个酒吧的生态，我觉得蛮棒。那你英文有学好吗？当然是，我们等一下就知道了。What can I get you? What can I get you? 就是你今天要喝点什么 ？Do you have a cocktail menu? 你有鸡尾酒的酒单吗 ？I like a shot of tequila.Would you like to do a shot of tequila? Would you like to do a shot of tequila? 是用 do 这个动词。On the rocks 加冰块，那不加冰块就可以说 need. On the house 店里请客。On the house. Who's paying? It's on the house. Who's paying? It's on me. 是我请客。It's on him. 他请客。Old fashioned. Manhattan.Screwdriver, Mojito, Gin Tonic, Margarita, Bloody Mary, Sober, 清醒的 Tipsy, 微醺的 Drunk, 喝醉的。那另外一个字是比较学术，是警察临检才会用的 Intoxicated, 已经醉到没有办法言语或者是行动，已经晃了的那种感觉，烂醉就叫做 Wasted,喝到你已经断片了，就是 blackout drunk。 你有曾经在酒吧用英文点过酒吗？你的第一杯酒都会点什么呢？留言给我。